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欢迎大家来到7月2号，是的，瞻前顾后。今天呢，除了我 Leslie 之外咧，今日兩位嘉賓，有一位第一次上嚟嘅，自己介紹一下先。係，咁我叫 Pissi 啊，係啊，咁其實我就一直都有即係兼顧呢一邊嘅，但係就比較少出現，係啊。啊，咁我係 Peter 啦，應該都見過啦，應該見過啦。你啊，第日啊，記住啊，話俾阿媽聽啊，早啲唔翻嚟瞓啊，啊，真係得啦，喺度阿媽擔心。雖然我都係衰仔。好好。好，翻主題。喂，琴日首先真係唔該曬各位先。嗱，7月1号咧，呢個咁隆重嘅大日子咧，做過啲咩咧？我哋去咗條 banner 俾大家睇睇先啦。嗱，琴日咧呢條 banner 大家喺邊度見到啊？銅鑼灣。銅鑼灣邊度？消防局附近啦。消防局附近，記唔記得 exactly 個位置？應該係喺邊一個？444-448号嘅，系啦、啊，好嘢，叻仔。嗱，其實咧，琴日尖馬之星個街站咧就企住係位置係軒尼斯道444-448号啦。咁首先真係多謝各位善長人翁嘅支持。咁我要公佈一下呢個善款嘅數字，但係未扣除任何啲開支啊嚇。咁咧就琴日咧，我哋呢個咁嘅街站咧，就呢個有一個數字已經出咗啦。應該就是7000多元嘅啫，收到，等我揾一揾翻咧，7000，睇下先，睇下先，依個應該係7000多咧，係啦，7062.7毫子，係啦，咁到底點樣得嚟嘅咧？攞套玩玩先，呢個咩嚟噶 ？Mousepad 咯。係啦，咁我哋琴日咧就買呢個 mousepad 啦，巴士站造型嘅 mousepad。咁啊，真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咁各位善長人翁，你哋慷慨解囊咧，咁啊，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咧，可以為住呢個尖沙咀碼頭有啲經費可以營運住啦，即係去尖沙咀碼頭巴士站呢個保育運動。咁其實亦都好重要一樣嘢，我哋琴日講緊保育呢一個議題嘅時候咧，亦都唔係淨係單純講話一個構築物、一個建築物，因為香港其實呢一樣嘢好落後。好落後，但係最重要是保留到人的生活啊嘛。咁但係你哋琴日嗱，我哋除咗買嘢之外，仲做過啲咩啊？簽名咯，係啦，亦都好多謝簽咗名嘅市民啦。咁不過好老實，因為我哋都比較忙啊，琴晚翻嚟數完錢之後，都已經攰到黐線，咁啊真係咧，所以都未數簽名。不過應該我哋啲簽名板咧都應該滿曬嘅。係啊，嗱，小弟記憶咧就簽下中途咧就有啲阿奈姐啊，奈姐問咧。簽名字在哪裡啊？我們說 Leslie 說沒有了，即是這麼少的。哇，好像現在又怪罪於我。不是怪罪於你的問題，真的很多人啊。其實也挺踴躍，因為其實呢，又說回啦，昨天我們在街站的位置旁邊就比較繁忙，旁邊那些團體呢，咁好多時啲人咧經過咗嗰度之後咧，已經急步要走啊！咁咧比較逼，即係得兩條線啊！咁嗰度行車線都係得，咁變咗嚟講咧，好多時我哋咧就變咗俾人忽略咗。再夠隔離嗰檔可能會好少少喺青台嗰邊，因為其實青台同埋同我哋一齊連埋街站嘅。咁其實我哋個街站除咗青台，記唔記得仲有啲咩團體一齊搞啊？第三跑道咯。第三跑道仲有咧，政府山咯。政府山邊係我哋阿黎記錯啊！啊，咪添 MTR update 啊！啊，即係我哋琴日咧，我哋個站咧，除咗有得聽啦、聽台之外咧，仲即係呢個海陸空就齊曬。咁咧，嗱，首先第一樣嘢，大家睇一睇依張畫先。我專登咧就又要改一改先。係啦 ，zoom 埋嚟睇一睇依個先。係啦，咁咧呢一個畫，咁啊好多謝一位仁兄，咁啊幫我哋畫咗呢幅畫，係咪好得意啊？有隻羊，一隻熊貓，仲有隻兔仔咧，騎住只天星喎。咁咧就寫住遊行完畢，唔想逼講啲點做？佢搭天星小輪啊！哇，咁快就到！記住，保育一路融入生活，我哋唔係咧要等到嗰個係啦。港鐵霸權，即係呢個港鐵霸權橫行咁啊！其實咧。
其實我哋可以啦，擺翻好先，哇，冧冧地，哇，冧冧地添，得，擺翻好先。咁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一樣嘢，天星小輪咧，大家遊完行咧，次次喺中環咧，點解咧就係捐曬落去搭港鐵啦。因為其實啲巴士改曬路線，係啊，咁大家成日揾唔到坐啊嘛，邊個位咁啊？結果好多人就走咗去搭港鐵，咁啊，但係行完一輪冇位坐噶嘛，我哋和平散去呢啲，係咪先？即係和平散咗去啦。我哋行完之後，即係我哋街站收完嘢，我哋都和平去咗食飯啦。哇，廿幾人一餐飯聚，真係幾個高興啫。係啊，開心啊！咁啊，今晚我哋仲有個飯嘴咧喎，嗱。食飯啫 ，OK， 係啦 ，OK， 咁樣嘅 ，OK， 我唔會得罪人嘅 ，OK， 係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依家咧，亦都係即係點解會出咗一張咁嘅 poster 咁啊？好多謝楊楊啦，其實係楊楊幫我哋畫嘅，即係楊楊係邊個咧？又要可以講遠少少啦，喺青台入面有好重要一個人物嚟嘅，咁佢一路就好中意楊嘅呢個世界楊權組織嘅始創人，始創人啦，係啦，香港區嘅。咁啊，其實佢點解會呢個依幅畫叫咩咧？騎騎騎，點解？不過真係唔知喎。真係唔知喎。因為騎住嘅天星小輪啦，騎佢唔係騎劍，唔係騎馬，騎住嘅天星小輪。哦。咁咧，其實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咧，我哋係唔一定要係過海咧，一定要坐巴士，唔一定係要坐地鐵。嗯。咁其實我哋仲有選擇嘅。咁可以，其實七分鐘我哋就已經過到海嘅啦。咁、如果坐天星小輪喺中環或者灣仔過去尖沙咀，咁、所以其實嗱，下一年大家七一遊行嘅時候都可以考慮一下，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如果你喺港島區翻工嚟喺中環灣仔嘅，平時真係搭可能搭到隧道巴嘅，試下坐下天星啦，再轉其他車翻屋企，再轉巴士，例如可能尖沙咀碼頭咁樣，會唔會可能又慳到錢，又可能有一個好啲嘅選擇？因為搭船一定有位坐。七百幾個位啦，最大嗰架都係啊，所以其實搭船咧都係一個可以好好玩嘅。喂嗱，大家講翻個街站先。琴日可能有啲朋友咧，頭先話即係行過唔係好過到喎，不如我哋又俾張相去望望先啦。嗱，哇！搞咩啊？呢度就琴日我哋嗰個街站啊，咁啊，依個就係 set 緊嗰陣時，其實都係啦，因為點解咧？琴日真係好忙啊，真係我哋人手真係好緊住啦。咁變咗咧，其實我哋 set 即係連即係一話 set 好街站啲人龍已經嚟到啦。係啊，因為我哋把前咗嘛，喺銅鑼灣入邊，往年我哋喺灣仔。咁變咗咧，今年一埋到嚟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已經自己都冇時間去即係再去影相啊，因為掛住要叫人簽名啊，買件品啊，係啦。咁其實所以今年咧，真係相係唔多嘅。甚至我哋自己話義即係叫做話義工自己喺度做緊嘢嘅時候影咧，都冇乜邊個有時間影咁滯。你可能影咗幾張啦，係咯，係咯，影咗啦。咁啊，唔該曬你先，真係有啲人。啊，所以變咗我哋嗱，好多謝。首先即係除咗話好多謝啲善長義工啦，義工咧嗱，即係咧仲有張相嘅就係、是。即係做完嘢收曬嘢攞翻條大合照㗎啦，大合照又俾大家睇下，哇！人才仔仔，人才仔仔啊，唉！喂，真係要讀一讀先啊，不如嗱，即係有邊啲人嗱，唔喺張相嘅鞋，即係要比較早少少走咗去，應該係奈姐走咗啦，仲有邊個有冇記得？奈佢個女啊，佢女係啦，阿奈姐個女啦，咁仲有邊個？仲有。冇乜咯，我唔記得咗。唔緊要，都其實都好多朋友噶，我都驚讀漏咗啦。我依家總之咧，我就睇翻頭先嗰張相啦，見相嘅讀名啦。咁啊 ，Kenneth 啦，毛山啦，真咪好唔好？咁啊，阿 Chapman 啦，自己啦 ，Iris 啦，小寶芳啦 ，Johnny 啦，阿張國強啦，咁啊 ，Bennett 啦，阿 Ricky 係啊，跟住後面個 Eric 嚟嘅，咁啊，仲有話依個係應該係咪 Victor 係啦，跟住仲有就係、你自己啦，係啦 ，Vita 仔啦，跟住係啦，仲有哇後面啊，用暗褲鼻啦，係啦，係仲有魚毛啦，阿海啦，係阿海啦，跟住 Yuji 啦，同埋佢 friend， 我唔記得咩名啦，唔使多啦。咁啊，所以實在係好多謝曬各位義工朋友嘅鼎力支持幫忙，因為今年實在咧太多議題啦，喺我哋個街站咧，淨係擺台都擺咗四張，淨係計我哋芝麻之星拉即係帶嚟嗰陣，未計青台喎。係啊，青台我哋嗰邊咧其實亦都非常之多。你見青台有咩賣啊？今年一件花生 T， 仲有咧咩阿萬必
快必 快必 sell 件衫就話先到顛覆國家政權最嘅衫嘅。啊，嗰件原來去得最快，反而係啊，反而花生 T 咧就依家仲有貨，如果大家想買咧就可以聯絡下嗰個台啦，係啦。係啦。咁啊，跟住咧仲有佢有個環保都好似話咩1921嘅。哦 ，OK。佢有1921。你可以揾翻阿羅生同阿楊康啦，嗰張我有嘅。哦，就咁。喂，但其實咧，今日睇報紙咧，大家知唔知有嗱？你哋喺街站有冇留意有咩名人買過嚟我哋度啊？嗱 ，Benson 有嚟過嘅。OK，Benson 係嗱，大家知唔知邊個 Benson 先？真係唔係好知喎。嗱，就係咁嘅。喺上年嘅7月4日，即係鏗鏘集咧，就Last 個字喺 YouTube 啦，我話 YouTube 個版本啦。喺拉市嗰度就Benson 咧就曾經講過句説話嘅，咁至今咧其實我都喺我 Facebook 度有一個名言咁樣 upload 啦，咁就話醒咗嘅感覺好辛苦，因為醒咗之後有好多嘢係仍然你發覺到係冇辦法改變，但係更痛苦嘅係好多香港人仲未醒。哇！你講到咁複雜嘅，其實我真係唔好知病身係邊個 ，sorry， 唔好唔緊要。嗱，議員有冇見過邊個，或者即係前議員啦？冇乜。但如果電視咧，電視睇翻咧，李卓人啦，阿陳淑莊啦，唔係，我講緊係嚟咗我哋係你埋咗嚟我哋攤檔。哦，咁啊冇乜喎。唔係冇乜啊！你真係一走漏曬眼。唔係望得滯啫。望得滯啊！你嗱，其實我見過啦。民主黨咩啊？無人走過埋嚟啦，社民連就一大班，佢哋啲黨員都走曬埋嚟啦。咁跟住仲有民協，好似就行過，但係係咪你唔係好覺啊？嗰陣時唔覺啊！任國棟議員應該都喺入面㗎，因為其實佢即係佢一路都幫緊我哋手。嗱，仲有邊個見到咧？比較我記得就我見到㗎啦。阿盧永樂咧，盧永樂醫生咧，咁啊一路咧幾年都有埋嚟我哋度簽名啊，買嘢嘅。咁佢都有喺度啦，見到。咁所以其實今年嘅仲係啦，都叫做見到都唔少嘅議員啊，過咗嚟支持我哋啊，或者啲名人。咁真係亦都好多謝，好多謝各位，因為尖馬依家其實政府就算肯讓步嗰個方案，已經未圓滿啊。咁其實有啲嘢真係好涉及到民生嘅事項，因為我哋今次簽名亦都係保障住，就係要求去盡量去保障翻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保障翻現時喺度嘅經營嘅小販啊、商販啊，佢哋嗰個權益嘅。咁所以是很多謝各位，因為不是只是靠我們幾個這樣的死僆仔，在司馬之星這樣這班死僆仔就搞到即有些改變，其實是要真的成功所有簽個名字，或者幫我手的義工朋友、市民、還有一些有一些影響力的朋友，很多謝你們，很多謝你們。所以其實呢7月1日亦都係可以話係我哋尖馬之星第一次結合到一班人咧出嚟嘅時候，記唔記得 Pixie 係幾時？亦都係七一啊嘛，係咪？真係好耐啊！記唔記得我哋係約埋一齊出嚟行嘅？哦，係啊，係嘛？係啊，嗰陣時候行完就係咯，跟住就開始籌劃緊，即係我哋進一步嘅行動。跟住啊，到而家啦已經喺Facebook 我哋約人出嚟噶嘛，我記得。咁唔係，仲有高登添。啊，仲有高登啊！咁快有咁快登高嘅。高登我就唔好記得，反而應該係 Facebook，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係首先可以有 Facebook group。我記得我係喺高登嗰度睇到。係咩？你高登可能有人貼咗上高登。係。哦，應該。跟住有可能你係睇到。哦，咁你咪敗露身份。我冇所謂啦。唔係你冇回就得噶啦，冇回啫，起唔到底。係啦，冇辦法。耶！即係唔知你高登上面邊個？咁多人，邊個知道係我？係咪先？哇！我應該攞埋塊膠神牌出嚟。琴日我哋琴日見到，係啊，有兩塊嘅。嗱，爆個秘密俾大家聽啦。其實膠神牌本應唔係喺我哋出現嘅，但係陰差陽錯，唔知點解膠神牌咧嘅物主咧係冇攞走嘅，咁結果咧就無啦啦去咗我哋度，我哋有膠舉啦，無啦啦，真係好奇怪嘅係成件事。咁至於物主係邊個就唔講啦，呢啲都保持秘密。OK， 即係膠呢啲嘢咧就真係。即係我都諗緊咧，其實我出流樣，我同茂生應該出埋個膠小丑神，小丑神其實都係圓形嘅，都圓形啫嘛。反正係咯，啲顏色又差唔多。係喎，即係喂今年可以係咪年宵諗咧嚟緊？都得㗎。睇下毛生開唔開，開唔開檔先。如果今年毛生開檔，叫佢真係喂我哋膠 mouse pad 啦整。啊，即係我覺得有得賣。跟住即係你除咗整膠嘅，可以你跟住另外做多一款可能咩咩福魚東河啊，唔知咩鬼嘢咁，或者即係。
高登式的揮春都得噶嘛，可以係。係咯，都係嗰啲 logo 嗰啲咯。唔係咯，即係可以咁樣，喂，都幾有創意㗎。即係所以點解我哋咧嗱，其中一樣嘢，依家咪講版權修訂嘅。版權廿三啊嘛。版權廿三，喂，如果有要版權廿三，你估仲有冇咁多創意？哇，冇啦，變咗做大陸乜都要審查。六大產業咪冇咗咯。所以今年其實咧，大家出嚟七一遊行咧，其中一個主題都係講緊咧，要保護翻即係依個創作自由。嗯，呢樣嘢好緊要。仲有乜嘢？今年七一主題好多喎、地產霸權啦、替補啦。啊，替補機制先至係最大件事，即係。即係喂，替補機制大家有冇上網睇啫？喂，依家搞下搞下咧，就將替補機制咧，形容為老公老婆嗰個替補機制。即將張柏芝同謝霆鋒同埋陳冠希可以一路咁候補落去。喂，大佬，即係如果咁張柏芝啲男朋友一路候補落去，喂，數埋仲要數埋邊個？哇！真係唔知數到去邊。喂，陳曉東噶咯喎，仲有陳曉東喺台灣嗰邊啱啱先飛咗一個喎，啊，可以替補。喂，仲有鬼咯？喂，唔係喎，搶陳冠希係咪好似王菲？唔係啊，我講緊張柏芝啊，張柏芝。哦，哇，真係唔知喎，話周星馳會唔會有份啊？我唔知喎，呢個真係嗱，反而跟住搞下搞下咧，除咗講張柏芝、謝霆鋒之外咧，講到依家係楊思琪咯喎，已經楊思琪忽然甩拖喎，喂，嗰個都可以嘅，有一玩替補落去喎，勁驚喎，大佬，即成件事話，即話，喂，點解會搞到啲？比喻都可以咁多出嚟咧，其實就係要俾市民容易啲去接受、明白到。因為其實你問太過政治性嘅代表制，太過政治性啦。我諗過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依家投緊一張票係俾緊邊個，係俾緊一個名單，而唔係俾緊某一個人。我諗好多人都仲未搞清，即可能佢投俾係最尾嗰、那個，但其實原來嗰張票都係會俾咗最頭嗰、那個。係啊。咁但係可能我係唔知最頭嗰個噶。但是因為咁咧，我夾住我一定要俾佢。咁、但係依個替補機制，依家政府就算話改良完，你收唔收貨？梗係唔收啦。點解唔收先？喂，講真嗱，即係你最頭嗰個係你選咗啦。喂，但係你即係你有投人申興嘅話，咁你辭職，跟住喂你選民，你未必將佢第二個。即係輪住咁落嘅喎，甚至可能你反而支持翻對家咁樣樣，喂，咁點解？對家撈亂喎，六分鐘。唔係喎，即係最好笑咧。跟住有人做過一個研究咧，就話如果咧依個替補機制上一屆出現咧，即係九龍東咁計啊，咁投雲申興咧，如果啊唔見聯啊，因為即係你睇翻個平均年齡啊，我唔係話就話某一個人，而係嗱睇翻平均年，即係佢個自己當時當選個年齡啊，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就係最老噶嘛，係啊。咁即係最人老正常嚟講就最易生病噶啦，有病痛咁就係即係如果一個唔好彩，啊，佢哋有事先一步，有事先一步，係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嗰個位，如果最大餘一票係去咗邊個度啊？陶主席，陶君衡喎、喂，大佬，依、這個完全已經係有問題啦。好啦，跟住依家話排後一個隊，喂，大佬，如果例如好似新界東咁計，長毛佢自己有個名單嘅，嗯。好啦，排完之後好啦，咁佢冇啊嘛，佢自己一個人咧，一張名單啊嘛。咁跟住就話又要用隔離嗰張名單，即係隔離嘅最大餘一票。佢派波咪好奇怪咁覺得。絕對係啦，佢保障唔到獨立議員嗰啲嘅即係一人名單啊，一人名單啊。因為人哋真係選嗰個人啊嘛，嗰張名單已經係投票咗。咁喂，即係咪一定要個人一定要係多過一個人？即係驚話有事嘅時候，喂唔一定喎，我兩個人。都不可能一模一樣的啦，餅印啦，係咪先？咁變咗好奇怪咁，即係嗱，即係依家講緊嗱，又講遠少少啦。咁啊，琴晚夜咁啊，結果咪搞出成個中環大頭髮嘅，已經兩邊啦，江綠道中同金鐘道。係啊，咁都幾混亂複雜啊，所以咧，大家嗱。今朝早可能睇咗新聞都知啦，咁啊，依家叫做嗰啲朋友咧都已經即係如果俾警方捉咗，但係最誇張就係無啦啦連個觀察員咧，人權監察都請佢離場啊嘛，係請佢離場啊，幾乎佢好似話想捉佢咁滯，咁真係好奇怪，咁係咯，點解香港變成咁？係咯，
真係同大陸冇分別噶咯，再咁落去啊！即係嗱，所以點解七一點解我哋一路叫人一定要上街呢？因為要話俾政府聽嚟緊啦，七月十三號依家已經有人講緊啦。啊，李柱銘，係、哦、李柱銘，包圍呢個立法會啊，又要即係好似當年一一六咁樣啊，即係隨時又爆鑊。喂，特區政府唔好成日整啲鑊氣俾自己攤啊，大佬！即係仲有喎，今朝早我遇到個記者。咁佢就係去完教堂嗰邊打曾蔭權，咁點知咧？話説咧，曾蔭權咧係連教堂都冇去，好似話。哦，匿咗喺跟住佢就走咗落去香港，唔係嗰啲個記者就走咗落香港仔警署嗰邊被 appoint 咗落去。咁跟住我同佢傾咗幾句，因為我喺香港仔警署其實係等緊見到啦。青台嗰邊我哋啲朋友，因為有兩位青台朋友被拉咗入去啦，兩三位。咁仲有我去到仲發現咗，原來我有另外一對夫婦朋友又係俾人拉咗入去，就係因為琴晚佢哋 stay 咗喺中環。咁係啦，即係係啦。咁所以我唔敢想象七月十三號會發生咩事。政府原來立馬啦。喂，不如咁啦，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傾琴日街站遇到嘅事啊。係啊 ，OK， 轉頭見。好啦，翻翻嚟第二節瞻前顧後。喂，大家頭先講係中間個 break 咧，睇咗啲好開心嘅嘢係嘛？係啊。係啦，咩事咁開心？你上報咯。我上報。sorry， 你嗰錯係上嗱，其實唔係好簡單啫，發生咗一件事又唔怕。既然其實都已經過咗，佢都已經播咗 出街啦，咁圖都唔係片都 recap 啦，唔怕講啦。咁今朝早咧，話説其實我就去咗支援星門呢個咧叫做乜嘢咧？青台嗰啲朋友啦，咁啊喺香港仔警署出面。咁點知咧無線電視嘅新聞部咧，咁啊喺度拍片喎。咁跟住咧，佢無啦啦個記者走埋嚟同我講。喂，可唔可以幫幫手拍眼檔咧？就即係遮件衫啊咁啊！我話咩事啊？佢話呢個 logo 唔出得街啊！點解唔出得街？呢個 logo 點解唔出得街？係咯，香港好似係可以俾你著噶嘛？係咯，有咩問題？第一，我想問一問先 ，TVB 海外嘅業務有邊一份係最大啊？喺邊個地方？亞洲咯，台灣。喂，冇錯，應該正式嚟講係中華民國。哦、oh. ，OK。咁 TVBS 其實我依家就唔係幾睇 TVB 嘅新聞嘅，我係睇 TVBS 多嘅。好坦白，我真係睇 TVBS， 因為依家透過網上去睇係好方便嘅事嚟嘅啫。咁其實反而香港咧啲電視仲未可以咧直接喺網上高睇嘅，其實好多都係咁啊，真係好鬼落後嘅，老老實實。咁但好啦 ，anyway， 依個 logo 有咩唔出得先？有咩唔出得先？冇啊，冇嘛。OK， 點解佢咁木敏感？點解 ？OK， 喂，大佬，你琴日啊，夜晚啊，港英旗俾人沒收嘅話，呢個中國嘅大佬，你話嗰個殖民地主義啊嘛 ？OK， 你可以話前朝，但係喂，大佬有幾敏感啊？依家依個係 existing 喺度㗎，依個國家係 existing 喺度㗎，喂。你仲要在那個國家有投資的，還有你現在新老闆有一半啊，分分鐘有一半，不是其中一個啊，都是這個國家的資金來的，阿哥 ，HTC 的老闆啊，大佬，哦、oh. ，OK， 都是台灣資金來的，即是中華民國資金來的，你這麼敏感做什麼啊，大佬，未使唔使未到這樣啊，啊 ，OK， 所以呢，我就告訴你聽。我就因為今朝早冇計，因為幫緊朋友啊，暫時同你妥一妥協，謝謝啊，揾完毛巾，點知咧嗱，我見你拍我都盡量幫你避噶啦，你係咪咁樣先啊？為求你要朝頭早出一出新聞啊嘛，啊即係咁。但點知？點知啊？頭先睇五間新聞真係好好笑咧。我已經避咗佢啦，我唔知佢又仲錄緊嘅喎，佢都冇俾息息落喎，我已經睇住，即係見佢同阿同關人做緊訪問，我都費事埋去嘅啦。係咯，點知無啦啦原來入曬鏡喎，成個 logo 大大隻都出唔到啊，大佬！喂，大佬唔好咁敏感啦，呢件衫啊，琴日喺七一遊行，我起碼見到四五條友著緊啊，仲要掛埋支旗添咧。喂，掛埋支旗嗰啲啊，十常八九你喺報紙啊都見到啦，大佬唔好咁敏感啦，無線。不要那麼敏感，袁志偉，我告訴你，你不要想著河蟹了我就沒事。好，不說那些壞人，
講翻啲，喂，結咗咩名人咁咪喺今年行過七一啊？明哥咯，明哥，邊個明哥先？黃耀明。喂，黃耀明好嘢喎呢個。係啊。記唔記得六四嘅時候咧？佢原來今年都係有去維園嘅。嗯。哇！佢貼曬維園嘅相咧，影啲燭光嘅相，嗰時咧就哇，即係。呢、這個我哋好像都未乜見過有咩明星咧，除了梅艷芳之外咧，係咁勇敢話俾人聽，我有去六四燭光晚會。跟住依家嗱，梅艷芳又冇去過七一遊行啦，因為梅艷芳嗰年其實已經係其實身體有事啊嘛，有事。跟住其實當年2003年啦，即係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但係依家有一個明星都叫做佢都叫巨星㗎啦，其實嗰個級數。是會走到上街頭，哇！大佬七一喎，大佬呢啲香港幾可見到明星會表態自己的政治立場啊？你記唔記得咧？而家上映一套話叫咩啊？建國大業啊，定係咩啊？建國偉業，偉業，係咪建黨偉業 ？Sorry，OK， 建黨偉業，啲名都差唔多。我成日記得呢套戲一定係強調偉業兩個字啊嘛。嗱，我唔係抽人水嘅，咁老實講，你見嗱，即係講翻扯屋話題啲啦，六四特刊應該有收到啦，大家都六四特刊。OK， 咁咧佢講到咧就其實話呢啲嘅歌星咧，其實都俾人投共咗啦，投共了，係啦。OK， 咁啊，其實咁講啊，你睇翻。有幾多個係往年都會行，不過今年冇行就因為做嘢嘅。咁佢睇娛樂版都有講過，知唔知邊個？嗯，阿坡。邊個阿坡先？坡姐啊？嗯，坡王黃冠中。咁今年即係佢話有工作在身嘅啫，今年去唔到。咁但係往年大家都知道阿坡係有幾年都有行七一遊行嘅。咁其實。講真啦，喺台灣人哋啊，就算即係嗰邊，佢哋係藍綠陣營，佢哋好清晰噶，啲明星唔怕俾人知道噶，佢哋係親邊一個黨啊？點解香港就咁避忌？除咗親民建聯、親政府嘅，佢哋就咁大聲嘅咧，即係嗰人話嘅咧，咁啊親泛民主派啲好似唔係好敢出聲喎，即係你冇聽過，冇幾個聽過一個叫做係會夠膽表述，或至少唔好話親泛民主派。平反六四啊，呢個都幾乎係一個好忌諱嘅嘢。係咯，即係你諗下，喂，大佬，其實有咩？即係講真，當年你嗰班依家喺度話六四啊，又唔知又咩過咗廿幾年，又唔知講咗一大堆廢話啊嘛，嗰啲咁樣唔好追究啦。喂，大佬，當年你嘅民主歌星獻忠華，你咪企咗喺度，係咪先？嗯。喂，咁今年嗱，大家睇睇啦。又多一個明星肯行出嗱，其實係好嘅現象嚟噶。話翻俾大家聽，即係我哋唔需要即係忌諱呢啲事。甚至我記得係投票日，即係有一年嘅投票日，都有訪問啲明星話你投咗支持邊個啊？其實呢啲有咩好忌諱啫？大佬，你又唔係你公民權利啊嘛？公民權利嚟噶嘛？點解依家最慘喎？香港你諗下喎，今年我哋仲有一個主題，其實今年七一遊行係反咩啊？地產霸唔係地產霸權講咗啦。今年林公公頭先咩啊？創作自由啊？唔係林公公啊？替補啊？替補機制有乜理由仲要取？即係點解我哋一個補選頭先我哋都講過啦？點解仲要合多嘢阻止我哋去投票？嗯。喂，但係最好笑，你有冇睇城市論壇上個禮拜？好似有。喂，有人鬼拍後尾枕喎。周浩鼎咯。系啦，波依家就系波住紧你嘅，先讲佢。唉，大佬，佢即系一个律师，公然喺一个论坛，竟然话我可以剥夺你嘅选举权利，有冇搞错？唉，所以即系佢突然之间上身，即系好惊，真系。好，即系呢啲咧，系咯，谂喂，仲有喎，头先讲埋呢个替补机制，头先仲未讲完，喂。想想其實我們呢不計五區公投呢真真正正補選呢兩次是因為誰陣營出缺的都是建制都是民建聯的嘛一次就是程介南嘛一次馬力是啦一次就是馬力嘛不在這裡那喂想想如果政府其實呢最好笑的個邏輯就是政府第一最初的那個替補機制呢是幾乎等於送給對家的兩邊對家互補嘛是啊喂
咁對民建聯其實係唔著數，但係唔知佢支持乜嘢喎？就好似嗱，周浩鼎講嗰時，政府係未轉態㗎，未推出第二海洋方案㗎。係啊，但係民建聯撲到去支持喎，點改咧？我想不到這些呢啲咧，咪證明就係為支持政府而支持咯。係喂，等於啊，你睇下尖馬油尖旺區議會入面嗰班咁嘅民建聯區議員，明明都話政府啲資料未清晰，乜，大家舉手嘅時候點啊？上個禮拜大家睇翻上個禮拜條片 ，OK？ 睇我都得㗎啦。喂，大佬咁都舉手，我支持政府而支持政府。喂，仲要戰到點啊？嚇？點啊？大家咪有眼睇咯！你睇翻上個禮拜條片啊！你睇下我俾翻其他區嘅區議員睇翻，哇！佢哋睇哇！我平時已經覺得我自己個區好難頂㗎啦，但係估唔到其實原來我個區嗰個主席啊，都叫做俾足時間我哋去鬧啊，仲要幫埋口啊！雖然佢同我個陣營不同啊，佢都捍衞到呢一樣嘢。喂，但係你睇油尖旺區議會，喂你睇，只不過係有兩三個係反對嘅陣營嘅，都完全係唔俾你講嘢啊！喂，得個三分鐘。大佬啊！我仲要陳偉強咩啊？叮個杯面都唔夠啦，係咪先？仲要陳偉強嗰個走佬啊嘛，冇啊，佢唔係走佬，有急事冇計嘛。咁你嗱，陳文佑、林浩洋，仲有陳文佑同阿林浩洋係嗰日係好多嘢講嘅，想咁，但係問題，喂一個議員得個三分鐘時間，喂一個咁深入嘅問題，點解唔係應該討論清楚先咧？係咯。喂，大佬，你政府俾幾多資料上去，大家係有眼睇噶。其實都連成嚿嘢嗰個模擬圖都冇一張。喂，跟住就要人哋收貨。咁跟住有啲議員咧，又真係你睇見佢完全咧嘢都冇問添喎。佢即係人哋問嘢又起哄喎。咁即係咩意思？喂，大佬，依個係咪一個理性嘅議會咧？嗱，所以記住，其實同中央差唔多啊，人大嗰啲開會都係咁。不同啊嘛，大佬，即係起碼嗰個都有嘢。唔係啊，起碼人大政協嗰啲，依家都開始有啲，好似阿林夢紅嗰啲，係咪會將佢嗰啲唔知乜嘢咩啊？林夢紅，趙連海咯，趙連海係咯，起碼都叫做有啲吉事講下嘢啊。喂，但係都唔係完全唔俾你講啊嘛，依家幾乎係等於完全俾咗三分鐘。啲官覆你咧，你即係咁樣再追佢講得唔清楚，你係冇得再追啊，大佬，得個三分鐘時間。所以點解11月區選嘅時候，大家記住，如果你哋嗰區係有得選，即係有人出嚟同佢單挑嘅，即係同民建聯或啲嗰啲咧叫做建制派引咗啦，或者一啲咧，大家睇到當日嗱，我哋嗰條片已經打曬邊一啲人喺邊一個區，佢哋係咧邊一個陣營嘅，已經打曬啦，留意住。如果你是油尖旺區的選民，留意住他們有沒有出賣你們，有沒有出賣我們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交通資產，一個文化資產，駕車的權利，搭船的權利，各位留意清楚。所以11月選舉的時候，記得下去投票，還有7月16日之前，18歲的朋友登記做選民，靠你們一票才可以改變這個社會，不要想著自己那一票是沒用的。你夠稱未？準備夠稱。準備夠稱就記住登記，你呢？哦，登記要很久。好，所以記住大家，沒有抗爭就哪有改變。真的呢，我們今年份單張都是這樣寫的，這個我們偷了寫文年這句話。是啦。好，我承認。因為為什麼呢？他這句話真的改變了很多人的思維。因為個如果覺得是沒得打，什麼都不做，是永遠不會有東西改的。你越縮的話是沒有事做的。100% 當年就整個巴士總站都要剷曬走，那些線就要還擺得遠過即是他現在新的方案。是啊。OK， 那麼還要製造交通擠塞，他根本是沒有詳細去考慮當時。但如果沒有人走出來，沒有市民一起走出來爭取，是不會有，至少今天他是要讓步。讓步多少那裡，我們遲些再慢慢解釋。但是至少一樣東西，沒有抗爭，真的哪有改變。所以昨天我最high的時候呢，真的社民連在最尾的時候他們走到來，因為真的他們是令到我們也都叫做他這個概念，我不是說支持不支持那個黨，而是他這個概念是令到人開始醒覺，
喂，有些事你不爭取永遠是不會發生的、嗯、但是你爭取不代表一定有、嗯、但是至少至少一件事你們是有機會會有的，所以記住登記做選民，十一月投票。咁咧，差唔多剩翻五分鐘時間左右啦。咁啊，你哋做咩噶？節目結尾啦，差唔多。我見到楊楊琴日就啊，攞件衫啊，揈下揈下，都幾型啊。咁點啊？嚇！冇啊，好似癲佬啊，癲佬咁啊嘛。哇！你咁樣講得，我今晚叫佢睇片。你咁噶？嗱，唔係噶喎。喂，碧時咧少上嚟、嗯，你比較少上。哦，你有咩感覺啊？琴日我哋企咗一日。我覺得即係點講咧？今年係真係比較爆嘅，即係我睇翻電視啊嗰啲都係。太爆！即係你咁多年以嚟咧，即係報紙都講啦，呢八年嚟最多人嘅一次。咁啊，其實即係可以睇到咧。即係政府喺呢八年嚟，其實施政唔止冇改善啊，甚至可能越嚟越差添。我覺得，即係其實可以咁講，如果即係市民都繼續咁樣樣唔做嘢啊，或者就咁行完就算嘅話，甚至係即係覺得，唉，唔好出街啦，嚇，即係打機啊，係咯，搞屎棍咁樣樣，咁你嘅生活啊，只會越嚟越差嘅。講真的，你政府嗰啲居屋啊嗰啲嘢，唔係有人嘈嘅話，點會開始考慮啊？咪繼續賣曬啲地去咯。嗱，居屋如果真係爭取到翻嚟嘅，其實又係一樣嘢，沒有抗爭啊，有改變，改變咗個政策嘅呢一樣嘢，所以要記住十一月要投票。十一月用你嘅一票，嗱，真係嘅，不論你係投俾邊一個都好。自己起碼要攞咗嗰個投票權先，行使咗個公民權利先，所以真係嘅，唔係講笑。依家咧嚟緊咧呢個選舉年咧，大家琴晚睇新聞都知道啦，哇幾多咁激烈嘅組織啊，所以咧就認清楚邊一個真係幫緊你先嘅，係咪？咁啊，其實今日我哋嘅時間差唔多啦，感謝兩位義工再次。即係咧，其實 Pix 咧就好早期已經同我哋一齊，即係啦，走足三年嘅，真係佢同我哋行足三年嘅時間。咁、所以好感謝，好感謝。哦，都唔係做好多嘢啫，其實都唔係㗎，其實好重要㗎、因為做嘢係要一齊持續性。同我哋走足三年嘅朋友咧，係好少嘅啦，因為有啲中間又有其他嘢，佢哋可能唔係咁方便繼續話去搞啊，或者可能即係點講啊，中途始終都係一啲運動入面有人加入啊，有人離開好正常。咁但係我哋走足三年嘅朋友，好感謝，好感謝。希望下年七一係可以同大家宣告成功。好希望我哋就係出嚟慶祝嘅。嚇、啊！開香檳。嚇、啊！香檳。會唔會係公職性食蕉啦？喺個地方開香檳咯。邊個地方啊？嗯，尖馬啦，梗係。嗱，即係係啦，希望到時候我哋未必可能未必係下年七一嘅。如果早啲都唔係嘅，如果有好消息嘅，好冇？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拜拜，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